台北市有一个知名的南机场夜市，它发源于小巷弄，但是这么多年下来，这条巷子都没有名称，那大家就叫它南机场夜市，有时候还被人家认为真的是机场嘞。现在呢，它有个最新的名称是有典故的，叫做易牙巷。不过这恐怕宣传要多做一下，不然讲易牙巷也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了。Q 弹饱满的霸丸放到油锅里，炸到金黄油亮，掰开来一看，里头的馅料超饱满。还有超大颗的手工水饺，这些都是台北市南机场夜市最有名的小吃。只是去了这么多年，竟然没人知道这一条巷弄叫做什么。我家里五年不知道，只知道吃哪里好吃而已。不知道。逛街的民众全都一头雾水，因为在过去位在中正区的这条小路没有名称，大家不是称它叫做无名巷，就是南机场夜市，还一度闹出不少笑话。全台北市都没有人知道，就是说，南机场自助会，南机场就是好像熊山机场。南机场夜市现在有了最新的名称，就叫做易牙巷。当地大学生超热心，帮长久以来没有名分的南机场夜市取了个典故十足的名称，就希望不要再有观光客把南机场夜市错当机场搞乌龙。专业新闻记者王嘉玲台北报道。